吃。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飆股特快吃，我是松，带你轻松赚大钱哦。今天指数啊平盘上下震荡啦，哦，这代表怎么样？指数已经涨很多了啦。那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台积电也要休息了，所以这里的指数会比较怎么样？可能空间不会太大，可是你会发现很多股票飙翻天，尤其是指数没有涨涨停的股票特别多，而且是越怎么样，股本越小的啦，股价越低的啦，越会喷啦，更不用讲我们老师这个股票每天涨停板吓死人，这十三支涨停板的称霸全胜，老师啊会不会太扯啊，你的亏盈啊喷爆全市场啊，想要问这列克说啊，我再强调一遍啊，为什么可以用最短的时间帮你赚最多倍的钱？我不是要跟你炫耀我股票多会飙啦，只有亏盈在飙吗？人人买得起，穷人翻身股，今天也是涨停板，老师修好吗？哎，不是只有他涨停板而已哦，他也涨停板了，金宝集团的，啊，全台湾最便宜的 AI 集团，当所有大型的 AI 其实他们股价都从很低飙到很高的价位，请问你告诉我，这些股票都已经飙翻天了，还有什么股票没有飙的？金宝集团，好，那最便宜的不用讲，全台湾最飙的，最便宜也是最飙的，就是它。你不用看了，老师怎么又是你的股票？老师啊，怎么又是你的股票？上礼拜叫你不要追的啦，今天创新高啦，改写波段新高啦，为什么？我请你去买另外一只嘛，另外一只一个礼拜暴涨六成嘛，我老是惊死人，赚个冰斗了，惊死人，这有的是太夸张了吧？来，五月十六号，我今年只做两次，刚才做两拜，哦，好，我没有讲年初哦，年初拜嘛，老师，你跟我讲年初，年初一月份的时候，年初一月份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十几块。我再让你看一下啦，年初这一波啦，十几块啦，啊，我不会笨到说吼赚到钱不跑，然后报四个月都没涨，我不会跟逃嘛，我等他整理完，我卖掉，所有买的人全部赚钱，卖掉过后等他整理完要喷了，我再买回来，让阿雄用最短的时间帮你赚最多倍的钱。因为我只买最会喷，第二次跟你推荐，我给你嘛，跟他做两拜呢，好不好？你家，哎，五月你自己去查哈，那一天不是最低点哦，那一天还是短线的最高点。那黑老师，你被股票套牢啊？现在暴涨157%啦，称霸全市场。老师，修好嘛，你的股票飙翻，飙到惊死人呢。我有跟你讲过嘛，叫你来谈呐，有没有？诚心邀请你一起来赚呐。他们通通都喷翻了，再来就是他。我年初为什么叫你买昆盈？那我为什么要卖掉？哎，老师，你卖掉很可惜，后面是狂飙，我有没有再买回来？那为什么要卖掉？你每当工休息四个月，四个月你什么事都不要做啊。中间我带你买了所罗门，接着买隐汉，接着买晋腾科，接着买德进，四档股票飙快九倍。各位老师假西郎呢也买回来啊，也暴涨 1.57 倍啊，再来 1.57 倍，还真的是各位老师，哦，好恐怖，吓死人了，对不对？各位老师真的赚翻了，是三根涨停板，躺着都能赢。老师为什么躺着都能赢？因为买对股票天下无敌，躺着都能赢啊，真的躺着都能赢啊，是怎样我可以当做你的靠山，让我的标股来当你的靠山啊，你自己想看看啦，五月十六号那个时候的所罗门飙翻天了，那个时候以那已经开始在喷出了，那时候金口科也喷出了，德进也喷出了，我只能买什么？他们全部都喷翻了嘛，那我就只能再去把昆盈买回来嘛，它叫做喷射至尊啊。你也不怎么样啦，我有那么谈哦，老师啊，我今嘛真正吼唔敢买啦，我嘛无今嘛叫你去买啊，我也不是现在才叫你去买啊，你没有买到喷射至尊昆盈，那你可以买这一支嘛，超级喷射至尊，终于让我找到可以喷翻天的股票。还有人跟我讲什么，你知道吗？
这只股票它会比昆盈还要会喷。然后老师的昆盈这吓死人啊，真正吓死人啊！我再拿证据给你看了哈，啊，我也不是要跟你炫耀我赚多少钱呐。我们讲这一次就好了。五月十六号跟你推荐的嘛，五月十六号跟你推荐的嘛，五月十六涨这样子啊。五月，我们来看五月十七号，不用看五月十六号，不用看了，五月十六号不用，五月十七号。五月二十号，啊，后面都是涨停板，十三只涨停板，它叫做喷射至尊，哦。那我今天要请你来，我不要老是无缘无故，我不会无缘无故叫你来啦，对不对？我今天要请你布局这一只股票，比昆盈更厉害的股票，它叫超级喷射至尊，这一只就是你开始翻身大赚的好机会。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，如果你有看到阿雄的节目，哪怕你是第一次看到阿雄的节目，你赶快来把它带回去，好不好？拿到赚到，来电就有，直接送给你，就这么简单。哦，因为我不相信你赚不到钱呐、啊。问老师啊，为什么？我是想尽任何办法希望你们赚钱呢、欸。穷人翻身股，另外老师我没几面呐，你买这個。你放心啦、啊、每天成交量大概接近平均十万张的股票啦、哦、那我也不是要跟你炫耀我昆盈赚多少钱啦、啊、因为150家实在太少了，我跟你推荐的股票每一只都飙，德进也飙超过 1.5 倍啊，金城科也 1.5 倍啊，有没有？隐汉将近两倍啊，现在不止了，现在 就快三倍了，对不对？那所罗门 3.5 倍啊，这也不是赚最多，这也不是赚最多的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不是要跟你臭屁哈、哦，来，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是什么？这是去年底到今年三月份狂飙的股票啦，它飙13倍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什么样的股票可以在四个月的时间飙40几根涨停板？谁有这种条件？你把它找出来，你就偷偷的去买。谁？有这种条件，十三倍，各位不是三倍哦，是十三倍哦。什么叫十三倍？你投资一百万变成1400万哦，你回来一千万，投资一千万变1.4亿哦，十三倍。你觉得1578很厉害吗？今天涨停板哎。如果未来还有类似的股票啦，那 你一定要找那种未来更有爆发力的，我讲过的嘛，我要带你买最会喷的股票嘛，所以我一定要想尽办法去找到未来最有潜力的股票嘛，这个我已经就讲过几百遍了嘛。那谁最有潜力？我们必须从以前曾经发生过的例子，我不是叫你去买那只股票，它是怎么样喷的，它为什么会这样子喷，它喷的理由是什么，同样的条件我有没有办法在别的股票找到，而且重点是他都还没标，那他就有可能是下一只所罗门，或者有可能是下一只是三倍的股票。所以结论来了，谁有这种条件你要去找这种股票嘛，对不对？我就是要找这种股票给你啦，同样的道理啦，你今天为什么要来啦？拿到赚到啦，好不好？有来的哈、哦，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有来，赶快来哦！我们谈的赶紧来哦，好不好？我们言归正传了哈、哦。来，什么叫做看到未来？这是我每天讲的。然后老师今天震荡很大，今天没有震荡很大，今天是没有涨，不是震荡很大啦。因为没有涨，你就觉得行情不好嘛，对不对？我一直过去这一段时间，我每天跟你讲的东西，你有看过人家哈、哦、一张字卡可以讲半年吗？你一直有很多大赚的机会，差就差在你有没有真的去把握。如果都不跌，你有机会吗？每一次大跌我就拿出来讲、哦、什么叫做看到未来。我问你一个问题啦，台股暴跌的时候，我们先讲最近啦、哦、台股又涨了，是不是拉回不用怕？因为我大前天这样告诉你嘛，拉回的时候跟你讲讲了嘛。我们不要看前面啦、哦、看前面你会怕啦，就这一天嘛，这天是
开盘就大跌，是开盘就往下杀。啊，我说什么？所以我隔天印证给你看嘛。我跟你讲什么？哦，是不是拉回不用怕？是不是休息完再喷？好，我都已经预告过了。然后，因为天鹅已经涨，短线上涨太多，所以它要休息嘛，就跟上礼拜的什么，这一只股票涨太多，我叫你不要追嘛。啊，我没有讲，我没有跟你讲它涨完了嘛。哦，怎么说？我请你去买旭辉嘛。后面旭辉一个礼拜暴涨六成，请我你参加手丢金。我还是要强调一遍哈。我只买最会喷的、啊，我只买最会喷，未来什么最会喷，而且我要用最短的时间帮你赚最多倍的钱，怎么赚最多倍的钱？找这种股票给你，谁有这种条件？你说台北股市要找到有这种条件的很难，真的很难，不是说没有，其实很多股票都已经飙翻天了啦，你要再去把那些飙翻天的股票通通剔除掉。再去找到有这种条件的很难，但是我还是想办法去找到类似的有这种条件的给你，所以我要请你来嘛，同样道理嘛，我们要看完了好不好？你都知道他的消息，我也不用再解释了啦。你用咱也在休困啦，你老师你也咱也在休困，看不出来吗？你看不出来吗？涨太多了要休息，难道你看不出来吗？你看不出来吗？所有会喷出的股票，只要碰到这些线就喷出了，就这么简单呢、啊。你说为什么它涨停板？因为碰到了啊！今天又涨停板了、啊，全台湾最便宜的 AI， 跟全台湾最标的 AI， 这就是我们操作的股票，你利用怎样对不对？我不用，这不用解释啦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都不用害怕，为什么拉回可以买？老师，为什么一张字卡你可以讲半年？我有没有跟你讲过？这叫资金行情加景气行情。我有没有跟你讲过？钱太多，利率太低，短线上都没办法解决。很多人在研究，老师要不要升息啊？美国怎么样？有的没有啦，战争啊，研究了一大堆啦。我说你研究这些都没有用啦。现在台湾最大的问题就是钱太多，利率太低，短时间都没办法解决。我请问各位啊，这我们讲过。资金狂潮挡都挡不住，坐拥大海啸第一排，有没有？如果这不是资金狂潮，什么是资金狂潮、哦、有没有？通膨趋缓加上经济起飞、哦、这个是杨金龙讲的啦。六月中的时候啦，我说这个加这个等于什么？未来会喷出嘛，资金狂潮冲破天际线，这五月份的时候资金大海啸来了，到现在你告诉我有没有资金大海啸来了？我再强调一遍，只有先预告，没有不知道。我要让你看到未来。我怎么让你看到未来？台北股市三天暴跌800点，5月31号，我说这是天大的买点，放在眼前，你会当作没看到吗？千载难逢机会跟买点，什么时候？不就这一天吗？台北股市最低点了，三天暴跌800点了，三天暴跌800点了，有没有？第二次，就这一次。我节目上怎么讲的、哦、因为只有大跌的时候会让我感到兴奋跟开心、啊、6月15号当天、哦、盘中暴跌、哦、这一次不是800点，这一次是900点、欸、你有看到人家看到台股暴跌，你看到你收到的讯息、哦、你是我赖好友的、哦、你收到讯息，这一次不是800点，这次是暴跌900点，太爽了，盘中即时刚好跌900点的时候我发给你的，看多做多、哦、他捡便宜的机会又来了，看多做多，大跌大买，买什么？买妖股、哦啊、其他不用讲、哦、今天几乎全部都狂飙了、哦哦、大家都在讲 AI、哦、老师全市场每个人都在 AI， 其实你会发现、哦、最飙的 AI 就是我讲的 AI， 有没有？三字头推荐的所罗门，一字头就推荐的隐汉、哦、然后金城科暴涨 1.5 倍、哦、能帅双霸天，连续13根涨停板称霸全市场，哎，我们推荐的股票全部都飙翻天了，而且都是你知道的股票、哦、你不知道了我就不讲了，好不好？反正也是涨停板，因为老师修好嘛，怎么又涨停板了？哎，拜托一下好不好？不是这个涨停板呢、啊，也不是这个涨停板呢、啊。如果只有这样子而已，你干嘛跟我操作，对不对？话说回来了，我问各位一个问题了。
现在资金转到哪里？有一部分的资金哦，去转到做低价的。我再举个例子嘛，它是不是低价？它连续几根涨停板的，个位数开始涨的，天天涨停板呢，连续七根涨停板呢，我是没有啦，但是我比它便宜的啦，也很彪，对不对？老师已经暴涨六成了。有没有？哦，绿电哦，绿电连巴菲特都看好哦，比尔盖茨也看好哦。我们的绿电全国最标啊！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啦，因为我也卖掉了啦，165%，你可以去问所有会员啦，我们哪一天卖的，有没有赚到手丢金啊？哦，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再创新高啦，反正我就是卖掉了嘛。这不用讲了嘛，这你都知道嘛，所罗门也不用讲嘛，双霸天也不用讲嘛，昆盈嘛，你掐嘛，嘿嘿，老师啊，嘿，你要想好嘛，157%，这吓死人，我等一下演绎给你看好不好，拿证据给你看好不好，再强调一遍了哈，字卡没有日期，保证是假的，说到做到啊，哦，你做什么总是要告诉我吧，什么时候，总是要告诉我什么时候嘛。你怎么能跟我讲说你300年前曾经推荐过这档股票？何以见得？至少要有日期吧。这你连日期都没有，那是几年？民国几年几月几日？买对股票，天下无敌嘛。所以还是要强调一遍啦，你要买最会喷的股票。老师，什么叫做最会喷？我不要讲太远的啦，我问问两边。来，我就讲最近就好了。今天的友威科又创新高了，果然是4%。不是，还记得啦哈，上礼拜我没有叫你追，我没有叫你追哦。我再强调一遍哦，我要做的事情是用最短的时间帮你赚最多倍的钱。我怎么帮你赚最多倍的钱？我请问各位一个问题啦，上礼拜的友威科4天狂飙40%，我做什么事情？我请你不要追，就跟昨天我请你不要追旭辉，意思是一样的道理。今天旭辉有没有涨？有人就说，老师啊，你看啦，你虚伪没去啦，够要紧。我上礼拜为什么请你不要去追友威科啦？我没有跟你讲看坏啦，我昨天叫你不要追友威旭辉，今天旭辉就杀下来，难道我看坏吗？我也没有看坏啊。我怎么帮你赚最多倍的钱呢？我要先跟你讲，先跟你预告嘛，对不对？那我怎么做的？来，6月26号，我请问你个，6月16号是不是友威科的波段相对最高点那一两天？那我叫你不要追很合理嘛？人讲把人的因啊吸未了啦，股票四天飙四成啦，老师不对啊，现在创新高啊。那我问你，现在我如果这个时候叫你买，请你来帮我抬轿，你愿意吗？那所以说我要给你新的东西嘛，老师你讲的，这是你讲的哦，你要用最短的时间帮我赚最多倍的钱，我永远有办法让你找到下一支最会喷的股票。6月16号，旭辉映彩，请你买这一支股票，我就带你买这一支股票，所有买的全部赚钱，赚到落牙呀。6月16号，6月26号，老师你给人家没人要爱呢。6月27号，一样没人要哦。6月28号涨停板，7月1号涨停板，7月2号涨停板，7月3号涨停板，7月4号再喷，就老是赚到快发疯了啦，暴涨60%。我昨天讲什么很清楚啦，我叫你不要再去追了啦。为什么？我再强调一遍哦，我不是说我看坏，我要卖我随时都可以卖，判断就送我随时都可以当卖啊，对不对？跟上礼拜一样嘛，一下子涨太多，要不要休息？休息完再喷嘛，一样的道理嘛。老师，过去这个礼拜全国最飙啊，5天暴涨60%啊，你要去倒吹啦，一样的道理嘛。所以我没有叫你去追啊，同样的意思嘛。我如果要跟你炫耀的时候，我就像别人一样，打个龙牙休对白。3月初跟你推荐所罗门，我跟你推荐所罗门的时候，所罗门3字头，来日期没有日期，保证是假的。
来 K 线江波图 K 线通通让你看三字头暴涨 3.56 倍，请问你告诉我它是 睡完一觉就 3.56 倍吗？它涨了一倍你敢不敢买？它涨两倍你敢不敢买？它涨三倍你敢不敢买？涨 3.5 倍啊。所以当它狂飙之后，我请你去买隐汉，因为你不敢买所罗门。隐汉狂飙之后，隐汉狂飙嘛，隐汉狂飙嘛，隐汉狂飙之后，它是不是休息完了？它要再喷了。回过头来，隐汉要休息了。好，隐汉休息，我带你去买坤盈。坤盈狂飙之后，它开始休息了，有没有？它要开始休息，它开始休息，隐汉就开始再喷了。那所以，因为他要休息了，所以我带你买什么？我带你买天鹅科技嘛，我带你买他嘛。那现在在休息嘛，所以回过头来，他要开始喷了嘛。拜托给啦，那个老师，然后股票这样子飙翻天，吓死人了，真的是吓死人了啦，真正惊死人啊啦！5月16号，我没有跟你讲年初那一波吼。来，5月16号嘛，喷射至尊嘛，全新天妖嘛，他们怎么喷他就怎么喷嘛。那个时候的所罗门飙翻天，那个时候隐汉飙翻天，那个时候金腾科飙翻天，那时候德金飙到外太空去了，四档股票全部大涨超过 1.5 倍，吓死人。所以我把坤盈买回来，因为他跌回原点了、啊，所以我带你买了。5月16号，好，来，5月17号，你敢买吗？老师，你介绍的股票没去哦。5月20号还在跌哦，然后开始涨了，我就不翻了。反正到昨天，到今天还是涨停板嘛。那你要我说什么？你要我解释什么？大家现涨停板给你看吗？哦，你要看银行嘛，赶快嘛，是会动嘛。5月2号嘛，5月2号银行，5月2号，5月3号，5月3号，他手丢金了。哦，其他的不用讲了哈、哦，那。涨翻天了嘛，自喷射至尊飙翻天了嘛，157%了嘛，今天又涨停板了，我知道你不敢买嘛，你买这一只超级喷射至尊，终于让我找到可以喷翻天的股票，这一只就是你开始翻身大赚的好机会，强力掌握大户最爱，来电就有，今天送给各位电话开通，直接送给你打电话进广告。迈向20000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迈向20000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惊喜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，静心思考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，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，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
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。网络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欢迎再回到现场哦！如果你都还没赚的，赶快来哦！下一支最会喷的股票，都直接加跟你分享哦！不要把事情想得太复杂，就做你现在能做的事情。打电话来拿你的股票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，有钱大家一起赚，一通电话就让你大赚。坤盈喷射至尊狂飙157%，全国制霸，躺着都能赢。老师没赚到怎么办？让你买这一支超级喷射至尊，对，如果喷射至尊没赚的，你买一支更会喷，这一支就是你开始翻身大赚的好机会，请你强力扫货，因为这是大户最爱，来电就有，小心连续涨停板喷到震撼全市场，拿到赚到，今天来的通通都有，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看到节目电话只要拨得通，不限任何名额，你有看到你就来的地方，直接送给你，打来就有。祝各位投资顺利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